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冠宇 Ariel， 我是一名物理治疗师，毕业于国立阳明大学，目前服务于舒适物理治疗所。那我主要做的呢，除了一对一的自费的动作矫正跟疼痛处理之外，我还有教授团体的运动班。那我除了是英国动作控制系统的培训讲师之外，也是国际认证的 Gyrokinesis 脊椎螺旋运动的指导员。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运动是 Gyrokinesis 脊椎螺旋运动。这个运动呢，它强调我们脊椎跟四肢之间的连接，那它强调我们动作跟动作之间流畅的转换，借以来舒缓我们的身心。这个运动呢，它特别适合如果你常常觉得紧绷僵硬，或是你时常需要维持在同一个姿势比较久，例如像是久坐的上班族、久站的服务业等等，都非常适合这样的运动。还有就是如果你常常觉得喘不过气、吸不到气，四肢手脚容易觉得冰冷等等的 Gyro 呢，它也会训练我们整个身体的代谢循环。那还有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协调感啊、平衡感啊不太好，脊椎活动上面比较卡、比较不顺的人，也可以透过 Gyro 这个脊椎螺旋运动来真正的好好的伸展跟活动我们的脊椎。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系列 Gyrokinesis 脊椎螺旋运动的示范动作。未来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讲座、开课的资讯，欢迎大家关注舒适物理治疗的粉专，还有他渴望的官方网站哦。那首先呢，要来先跟大家分享 Gyro 里面的经典动作 Arch and Curl。这个动作它主要的目的是要打开我们前后脊椎的活动方向。比如像是如果你常常需要久坐、久站，容易呢在我们的腰椎或是颈椎累积一些局部的压力，都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来学习如何均匀分配压力到我们每一节的脊椎上面。那现在就跟着我一起来试试看吧。首先你可以轻轻的吐气，吸气的时候把胸口往上延伸拉长，像绕一个大球一样，慢慢把身体往后躺下来。吐气的时候，胸口往内凹，肚子往内收，骨盆往前卷，下巴微微的点头，让我们眉间对齐我们的耻骨正上方。再一次，身体先延伸拉长，感觉每个脊椎一节一节的往后延伸拉开来，让前侧的力量延展。吐气的时候，慢慢把肚子往内收，气吐到后背、胸口前。轻轻的低头，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动作叫做 Spiral and Twist。这个动作呢，是主要让我们的身体学习如何正确的做脊椎的旋转。比如说，如果你很常会去闪到腰啊、扭到啊等等，都非常适合透过这个运动来练习如何正确旋转我们的脊椎。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手放在对侧膝盖的外侧，吸一口气，把手往前延伸拉长，慢慢的像绕过一个大树一样，把身体往后延展。吐气的时候，慢慢把手往前穿过我们对侧的腋下，延伸，再拉长另外一只手往后。绕回一个大树，吐气，再把身体往前轻轻的做驼背，吸气，微微的挺胸，往后绕，吐气，微微的驼背，再把另外一只手延伸拉长，再慢慢的吐气。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动作叫做 Sideway Arch。它主要是来活动一下我们侧边的脊椎。那像有些女性啊，如果时常因为贴身衣物穿得比较紧一点点，导致我们的肋骨侧向的活动都不够好，很有可能会让我们的气吸不饱，或是比较容易喘不过气，都可以透过这个运动来练习看看。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把双手放到身体旁边，把我们的右手轻轻地举起来，左手往地板的方向，慢慢把身体撑开来，右侧延展，吐气慢慢回来。再一次，左手轻轻的拉起来，右手往下，往外伸开，吐气慢慢回，右手往上，左手往下，打开我们的右侧肋骨，吐气回，左手上，右手下，打开左边的肋骨，持续吸气延展，再慢慢吐气，驼背回来。那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动作叫做 Wave。这个动作
呢，会主要接我们前面做的动作。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对于有运动需求的人来说呢，它可以提升我们对于自己身体的感知，自己增加我们的运动表现。那在我们的一般生活当中呢，也可以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让我们自己的身体处于更加稳定的状态。好，那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双脚往下推地板，轻轻的带动身体来到二十的姿势，保持二十的感觉，慢慢把身体往前放入两个膝盖中间，到底之后，从你的屁股尾椎的地方，慢慢把身体一节一节一节的卷回来，肚子往内收，保持驼背 curl， 再把身体往下，头着地板，到底之后，下巴窝的抬，胸口、肚脐、腰、屁股，再一节一节把身体拉正回来。除了正面的方向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做侧面的部分，所以把我们的身体转向面对左边的大腿，斜四十度的感觉。你可以试试看另外一边。现在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动作叫做 kayaking， 它主要是模仿在划船时候的动作。它的目的呢，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 wake 有点类似，一样是整合我们脊椎所有方向的活动。它更着重在我们胸椎的活动，所以如果你常常觉得胸椎旋转啊、前后啊有点卡卡的感觉，或是有些中背紧绷、中背疼痛的问题，都可以透过这个动作来练习看看。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双手交叠放在我们的腋下，固定我们的肩膀，微微肩膀上提一些些，吸气，吐气，把身体慢慢往后绕，再慢慢把身体绕回前面，把另外一边，让身体像画一个八字形一样，在这个空间里面慢慢的活动，身体是有力量、有张力的，脚持续的推地板，稳定住我们的下盘。